肖副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出来透口气。没想到你舞跳的还真不错。你们看着是不错，都不知道我背后吃了多少苦头。你看啊，这个呢是我在学芭蕾的时候大脚趾不知道流了多少次血，还有这里厚厚的一层都是茧，这个就更惨了。以前在学校演出的时候，没想到地上有玻璃渣没有扫干净，我当时一脚就踩了上去。你为了躲我，没少让自己受伤。肖副司令，你又来了。肖副司令，你这是跳舞？好啊。肖副司令，你真的是喝多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我等着你，等你想好主动来找我的那一天。